大家好，我是 HP 雷射产品经理吴守仁。接下来呢，要为您介绍一台史上最强七合一彩色雷射复合机。为什么要介绍这一台呢？给我们很多的中小企业投家，因为大家其实不知道，你还在租影印机吗？那你可能就是因小失大的投家。为什么呢？根据 HP 的了解，如果你一个月的月印量在2500张以下，也就是印5包纸以下的话呢？其实你一个月花2000块去租影印机，你可能的费用远超过用19000块就可以买这一台七合一的彩色雷射复合机，因为它有6大好处：免月租费、零押金、无绑约，最重要是全新的机器，还有它可以彩色影印，更重要是省空间。这么好的机器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这么好的1312 NFI，它有7大功能。彩色列印、彩色影印、彩色扫描、传真功能，而且网路列印，更重要还有相片读卡跟自动禁止。不信，我们现在马上来看一下它的彩色影印的功能，只要 One Touch，非常容易的界面，那自动禁止器就会把我们的原稿吸进我们的影印机里面，马上我们就可以拿到一张栩栩如生的彩色影印的这个影印效果。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个原稿跟列印出来、跟影印出来的这个效果。所以它的7大功能在这边，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强悍的一个机器。再度强调，只要19900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几乎分不出来到底哪一张是原稿，哪一张是影印出来的效果。就是这么好，1312 NFI，你唯一的选择。刚刚提到有相片读卡的效果，换句话说，这台1312 NFI 不用接电脑就可以插卡印照片。不信，我们来试一下。我们插入一张 SD 卡，我们来看一下它正在读取记忆卡，可以看到都是全中文的界面。所以呢，插卡印照片不用接电脑，从此不是梦。这么样一台强大的七合一彩色雷射复合机，很多人听到彩色雷射就很担心，这个耗材的更换会不会很复杂？其实完全都不会。我们看，只要打开前盖，按个键，连小朋友都会更换 CMYK 4色，哪色没有的就换哪色。所以这么简单的一个彩色雷射复合机，实在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。更重要的1312 NFI 不是只能一个人使用，它适合一个中小群的工作群组，大约10人以内都可以进行网路的列印分享。换句话说，它也是一台非常强悍的网路印表机，同时它也是一台可以分享的网路扫描器，可以 scan to mail、scan to folder，非常的强大的功能。1312 NFI。不但有七合一的功能，最重要，针对中小企业能够提升它的竞争力就是速度。它配备了50页自动禁止器，只要 One Touch，我们的文件就会自动开始影印、开始扫描，乃至于开始传真，非常的好用，完全节省中小企业宝贵的时间，因为时间就是商机。最重要的，这么好的七合一，最强的彩色雷射复合机，现在只要19900。各位投家，千万不要因小失大。你还在租影印机吗？赶快来参考1312 NFI 彩色雷射复合机。